撒迦利亚书第二天。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神赐给智慧、平安和喜乐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讨神的喜悦。撒迦利亚书二章一至十三节，荣耀的祝福。我又举目观看，见一人手拿准绳，我说，你往哪里去？他对我说，要去量耶路撒冷，看有多宽多长。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，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，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耶和华说，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，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啊，应当逃脱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显出荣耀之后，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。看哪，我要向他们抡手，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。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。锡安城啊，应当欢乐歌唱，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，他要住在你中间，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。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，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。这章经文持续给人一个荣耀的盼望，主对回转归向他的子民有何等恩典与祝福。主透过异象有启示给他的百姓，每一个异象初步来看都有一个预表性的行动。当先知求问时，主就清清楚楚地启示他的意思，这也是今天我们面对启示的态度。当我们在祷告、默想、亲近神时，有时神也会透过异象向我们有所启示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当这样求问神，主，透过这个异象，你要告诉我什么呢？求主清清楚楚地启示他的意思，而不是凭自己的意思和领受去猜测。我觉得，我认为，我感觉，应该是主清楚告诉我。我们要知道，主透过异象是有话要说，而不是有话要你们猜，这样就不致造成混乱。你看，先知撒迦利亚领受这么多异象，却没有一个是他自己去猜、去强解是什么意思的，每一个都出自神清楚的启示。阅读圣经时，每一个神儿女从中领受启示，都是根据这个原则。撒迦利亚所领受的启示，对当时已经亡国的以色列人是何等的盼望啊！主应许说，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。
耶和华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国家已经亡了，耶路撒冷已经荒凉许久了，似乎已经绝望了，但主自己的话却带来复兴的盼望。对已经灰心失望的以色列人而言，这真是一剂强心针啊，使发酸的腿、下垂的手可以重新得力。主更进一步应许说，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，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个应许对已经流离失所的以色列人而言，更是极大的盼望，那就是归回。不只是实质上的归回他们那沦陷荒凉的京城耶路撒冷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应许也预表以色列人重新归回，回到神的祝福中。正如神应许说，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，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。这一切的祝福乃源自于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总是在我灰心丧志的时候鼓励我。你不但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且赐下美好的应许成为我的盼望，我要赞美你直到永远。导读神的话，撒加利亚书二章八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显出荣耀之后，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耶稣啊，在你有永远的荣耀。阿们。主啊，在你显出你的荣耀之后，总是有一番你的心意作为，我赞美你。感谢神，你有永远的荣耀。yes, 有独一的荣耀。阿们。我们要显出，我们要来听从你，让我们可以跟随你。因为你必吩咐我们，你必有荣耀的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赞美你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主，你有荣耀在我们当中。主，因为我们是属乎你的，我们是你眼中的瞳仁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是属乎你的，我们就是你眼中的瞳仁。愿你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显出你的荣耀来。感谢神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。你保护我们，就如同你保护你眼中的瞳仁一般。是的，主，谢谢你保护我们，如同保护你眼中的瞳仁。哦，不论外在的环境有多么的险恶，但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孩子。是的，保护我们如你眼中的瞳仁。主啊，谢谢你保护我，就像保护你眼中的瞳仁一般的这样的谨慎。主，赞美你，因为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荣耀的祝福。感谢主，你在我生命中有荣耀的祝福。我要听从你的话，住在你里面，我就必得着那荣耀的祝福。主啊，我渴望得着那荣耀的祝福。主，我也要来单单渴望你自己，如同你这样子看我们，如你眼中瞳仁的这样子的保护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住在你的里面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要住在你的里面，因为你看我就如你眼中的瞳仁一般的美好。主，愿我们的生命天天因着你可以活出那荣耀来。是的，我天天要活出你的荣耀。yes, 因为我是你的儿女。你是我的神。主，是的，我是你的儿女，你是我的神。我要活出你的荣耀，成为那个生命有影响力的人。Amen, 这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